啊，碧姬公主来。Luigi, come on! 快点 ！Help! Luigi, Luigi, Luigi! 你只会 Luigi 啦，难得嘛，我们的 Luigi 就是我们的那个。啊，我以为 Luigi 要去抱住他呢，可惜。啊哈，我还是一样美丽。一样是美丽。Yes! Yahoo! Yes! 啊，居然抱起公主啦！啊！嗨，我是树枝，我们今天又来继续《路易吉洋楼三》的世界了。是啊，哎，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是最后一集呢？哎，因为我们上集总算是打倒了这一栋洋楼的大 boss 嘛，还不是大 boss 啊，我们真正的大 boss 应该是今天才真的要面对的那个大 boss 呢，是不是？啊，最后一次是害羞的幽灵鬼鬼王吗？不知道，有点忘记了他的名字了啊。虽然不重要了啊，真的是不重要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打倒他了。来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来 ，Go Go！ 嘿，是的，我们上次就很奇怪的、很奇妙的停在了这里。哎，对，难得是没有在那个博士的研究室来做结尾。是啊，我们就直接够了吧。哎，路易吉啊，我感受到门那边有一股非同凡响的气息嘞。路易吉，就算是这样子，你也下定决心要前进的是吗？哎，啊，不然呢？哎，这真的吗？那我什么都不用说了，路易吉，我也会在这里为你祈祷，祝你好运的。哎啊，那么你一定要小心啊！怎么回事？总之我就进来了嘛。来 ，Mario Mario， 你好像很猛哎，勇猛哦。哦，靠腰，我是真的吓到 ，Mario， 吓死我自己，我靠，我这次吓得不轻哎，我的天啊，高斯啊！哇的天哪、啊！总之我们要爬到了最上层了嘛。Come on， 个头啊！我救你救那么辛苦，你就只是想救你的那个而已啊？哎，不是这样子，你就只是想要救你的 B 级而已呢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路易斯加油！快点快点快点！你要当他掉下去了，又掉下去。No！ 来，赶快上去！我来，我们来救 B 级公主的时间到了。快点！啊，来，我操，这个还好，这次没有被吓到。来，总之 ，Go！ 哦，这是干嘛的？上面怎么会有这么多蜘蛛？哎，蜘蛛啊，蜘蛛啊！好了，这些蜘蛛可能是用来帮我们补血的吧？这不能用啊、哦，好吧，走 ，Go！ 我猜马里奥应该又变成那个了吧？变成化了吧？哦，最终大不决赛了嘞！大 boss 是我们的幽灵吧？哇、哦，太多蝙蝠了吧！总之够99滴血，再加9根骨头。嗯，总觉得好像……我好希望我可以有马里奥这么好的一个那个技巧。哦，我自己跳不上去啦！看来我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了吧。来，这边我可以爬往上爬吗？不行吗？为什么？是因为这边的那个吗？我刚看是没有楼梯的样子吧？好吧，我也只能看一下那附近哪里可以走了。哦，这边可以走吗？好像可以哦。这边吗？那这边是干嘛的？哦，慢慢来啊。都掉下去，真的就很……我的天！天！哈哈哈哈哈！逮就不啊！耶，从这边可以上来，有这边有路可以走。然后这个之后上面也有楼梯，来，路易吉加油，路易吉加油！这边可以走，这边可以走，来，路易吉加油，继续往上爬。虽然没有马里奥这个这那个勇猛的那个。的身材不是身材，没有勇猛的那个爬高高技巧，但是我可以的啊！碧姬公主来 ，Luigi come on， 快点 ，Help Luigi Luigi Luigi， 你只会 Luigi 啦，难得嘛，我们的 Luigi 就是我们的那个，
啊，我以为路易吉要去抱住他呢，可惜。我还是一样美丽。一样是美丽。Yes! Yahoo! Yes! 啊，居然抱起公主啦！啊！来到这里啊，真是嚣张啊，路易基！我觉得这声音好像不太对。居然敢来到这里，太嚣张了，路易基！啊啊，你要是肯老实的从这个饭店里逃走，那就好了啊！啊，竟然敢来挑战我，你真的是不知好歹呀、啊！不光是这样子吧，你还有这些家伙，每次都把饭店里面的鬼怪们吸的！一只接着一只给我全部吸走，好不容易才把你的同伴给抓住啊！这个饭店老板现在也给逃走了。哎呀，根本完全帮不上忙嘛！你们这些全部人都在小看我是吗？真是太让人生气了。那我也不会手下留情了。要是我认真起来了啊，要把你们全部抓住根本是小菜一碟了啊！哈，要把你们全部人都关进画里。哎，博士！哼啊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接下来就把你们也关进去，这幅画就没完没了。让你们等等吧，不好意思了。好，来接招吧！哎。真不愧是狗狗哦！我的天啊，全部都在里面啦！哎，安奈呛几鸡？哎，不，呛几鸡啊？怎么人数好像不够嘞？哎呀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不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、啊，路易吉？可恶！我竟然你耍这种把戏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就是这么想要我折磨你吗？很好，那我就实现你的愿望吧。这次你可真的要完了。哎，各位不要讲那么多话，乖乖认命吧，路易吉。来，我不知道这个战斗到底要怎么战斗，总之战斗来吧。嗨，哦，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？地板会出现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哦，雷电啊，这轻轻松松，简单就可以躲过了。我还好，我刚刚是无敌的状态。我的天啊，哎，这个刚刚那个舌头是不是可以吸啊？我在想，哇，哦，这是要用跳起来的是吗？哦，要先熟悉他的动作啊，真的比较麻烦一点。首先我知道，这是干嘛的？这个可以干嘛？可以吐回去吗？这应该是不能吐的，这也不能躲的吧？哦，这比较麻烦，这不，全部都很麻烦。这可以干嘛？我猜接下来又是雷电，对不对？还是舌头？我的天！哎，这是干嘛的？哦，嘿，来给你。哎呦，不容易嘞。不知道哎，我要怎么打他嘞？首先我知道你接下来应该会吐火，他的那个皇冠不一样呢，他该不会是有四肢分身之类的吧？一个分身是会吐火的之类的。来，哈哈。然后呢？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紫色的，紫色是不是吐舌头？哎，不是，紫色是吐炸弹。哎，这个炸弹我能干嘛？来，给你！哎呦喂，吃着进去！嘣！我做得真好！哎，他这时候是不是要用实体光线？哦，这时候要用吸这个啊！有了！来，再吸一次！为什么我吸不动？为什么我吸不动？有了！为什么？还是我的骷髅不够没电吗？怎么会？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操控它？奇怪了，还是我遇到这游戏的 bug？ 应该不至于吧？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跑不动。
嘿，嘿，来来来来，这个我可以吸吗？好像不行。哦吼，你打不到我，逊逊的。呵呵，来来，哎，哈哈，被打到了啦，可恶！但没关系啊，我有九根骨头啊。虽然死是不太好的事情啦，但是我不怕你。我知道你要吐火了，这个火可以干嘛？哎，可以吐回去吗？哎，可能可以哦。哎呀，哎，别别别！哦，有一些办法吧。来来来，这个炸弹应该就是可以打赢他的东西。来来来，来！哎呀，没有吐到他，好可惜。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。虽然我的血有点危急啊，但是没有什么太担心，不用什么太担心，哈。来来来来，我知道他接下来要吐，哦呦，舌头，哎，我能做什么？能做的事情就是先想办法躲掉，知道他的攻击的招，哦、呦，完了，我要死翘翘了。来来来，就是这个炸弹啦。要怎么样让他吃下炸弹这件事情比较麻烦一点？哎咻！而且还要在他张开嘴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哇，好痛哦！完了完了，又要没血了。哎，天使这边有血呢。哎呀，我又是一尾活龙，五十几哦。看来可以跟你打一场长期的硬战了。哎，可是这个到底是要怎么样跟他打呢？我觉得这个火球总是有办法打赢的吧，但是火球好像也不能吸的样子吧？吸火球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它的轨道没有错啦，但是没有用啊，没有任何的用途呢。来来来来，我现在只知道是可以用炸弹啦，哎，就是他等下丢的这个，哎，这个炸弹，它破掉之后呢，里面就会有可以吸的。哎，为什么？哇，所以我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是要在他张开嘴巴的瞬间丢进去是吗？来，总之要看好时机，那个炸弹可不是每次都有的。嘿嘿嘿，我跳过了，耶、yeah! ，感觉真好。来，丢出你的炸弹。哦，你要放雷了是吗？没事没事啊，这个轻轻松松就可以躲得过的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呵呵呵呵，你的套路我摸透透了啦。来，丢炸弹，就是现在。哈、啊、哈，嘿，就是现在吃下去了吧？啊哈，爆炸！赞赞赞赞，要看他那个嘴巴有吐出来的瞬间，来，就是现在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？我是不是中 bug 了？还是两个一起？有了有了！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要两个一起，再来再来，不够不够，再来，嘿，哦，原来是要两只一起啦。哦，一只是拖不动的，了解了解，学到了新的知识了。哦，哎，不是吧？不是要一只打两只吧？哎，这不容易嘞。呵呵呵呵，再来第二次嘛，没事没事啊，那个看地上的格子就可以了，不用什么担心，不需要担心，不需要担心。然后看这只眼睛有在发光的感觉，它就是本体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的天，这是什么东东？我的天，哎呀，我还扣血，小屁啊，还有分本体跟分身吗？这只亮亮的眼睛感觉才是本体，不对，两只都是有亮亮眼睛的。哎呦，还金价还，哎，我的，哇，没有躲好，可惜了可惜了，哎呦，扣了20滴血，好可惜哦。两个该不会要一起丢炸弹吧？哎，不是，舌头，舌头，别，别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呦，哎，啊，我的天，哈哈哈哈，糟糕！哦，那要看时机，很麻烦呢。
可我还好啦，还好，我身上的骨头很多了。我为了这一次的大战准备了超多根骨头，不需要什么担心，不需要什么担心。耶，复活！哎呀，死了一次难免嘛，对不对？失败难免家常事，只要我能获胜，其他的都不用太担心啦。来啦，丢炸弹时间！哎，麻烦。来送你们炸弹！哎呦，哦，我的天啊，怎么一下血就被扣成这样了？哎呦，哦，这不好躲呢。但没有关系啊，我的血很多啊，我的骨头也很多啊，是不用太担心有死亡的问题。我知道你们要吐哦，要用这个，来这边，来就不会受伤，不会受伤。再来哪里？哎，没有了，你们只电一次啊。你们怎么这么逊？来丢你们的！哎呦，不是，就要丢火球了。没事，在那边没有任何的伤害，不用担心。哦，有会伤害。来这波！哎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又剩下三十几滴了。哇，这样不行啊，有点担心。来，丢炸弹时间。哪个是炸弹呢？来，这个是炸弹。哎呦，我的！哦，不容易打，好难打呢，我找不到他嘴巴张开太的时机啦。而且他这样子生气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开嘴巴的。哇，虽然这个雷是好躲啦，但是要跟他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呢。哦，我该如何是好？来，嘿，来，炸弹是这个。哎，浪费了一个炸弹，哎呦，好可惜哦！小心，小心，我要血，不，别，我不想死啦！哎呦，最终大魔王果然是最终的大魔王，不容易打呢。我这，糟糕，我不应该自己去碰的，小皮啊！来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。哦，那个炸弹真的是唯一可以攻击到他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不容易呢。哎咻！好，再来，剩下十九滴，我还是有机会的。哎呀，不要放弃的这么快。来，就是这时候。来，就是这里。我的天！哎呦，太难了啦！哦，这一次两只真的是不行呢。但没关系啊，我有一次有一场死了四次还的样子吧，我还记得。所以说这个合理。哎呀，最终大魔王死个一两次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好了，来，又有炸弹了，对不对？谢谢你的炸弹。哎，我没有瞄准好啊，浪费了一个。哎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真的是哦，我这样不行啊，鼠侄。哎呀，他们要准备转了，对不对？很烦啊，我真的蛮不喜欢这个的，好恶心哦！你们的舌头长长的，很恶心哦。哦，哎呦，哎呀，小皮啊，可恶！来，继续丢炸弹啊！来，这个，来这个，哦，这样不行啦，太难了啦！真是的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抓时机呢。那时机到底要怎么抓啊？我只要能够一次好好的抓到时机，基本上就有机会了。还是其实根本不需要抓时机，你只要有射到他嘴巴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吗？哦，果然还有本体跟不是本体的差别是吗？啊，有哦，哦，只要有瞄准到就可以了啦，他嘴巴就会吃进去了。哎呦，我自己在那边累什么？我要好好的瞄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魁吉来，来魁吉先来，然后鲁伊吉来，来一起哦。哎，
会啊，用力敲还不够，再用力敲，再来第三次敲，最后哦，我只能敲三次哦，好吧，那也没有办法了。我的血有点可怕，有点担心啊。哦，34没有关系，我还有七根骨头啊。我的天哪！哎，我。哎，不是吧？你该不会要直接？哦，这也是确实是收服鲁伊吉最好的方法。你要连同这些整栋大楼一起收服吗？你会不会太那个了？你会不会太过分了？鲁伊吉，你该如何是好啊？哇，所有的东西都要飞上天了！糟糕，完了完了！他不会吃到三只吧？不，应该不会吧？啊，不是吧？我还有四分钟的限制时间，我的老天鹅！而且我只有34滴血，安内刚好哦，对，还好，我还活着。在这里，这里，没事啊，只有一格啊，这时间是很够的。哦，好多，来瞄准炸弹，炸弹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哪一颗炸弹是可以留着的？哦，太多了吧？你以为是当你在玩什么炸弹超人是不是啊？可恶的家伙，麻烦，慢慢，别啦！怎么有那么多火球啦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哎，火球太多了啦！别！哎呦，是还好我是没有被攻击到，哼，生不生气呀？来！哎，小心！哦、我的天！哎呦，我躲掉！我的不是没躲掉！哎，那不是！哎呀，完了，我剩十字滴血了！别！恶心的舌头，我不愿碰到的啦！哎呀，可恶！第三次！哦，进麻烦啊，没关系啊，四分钟重新开始计算。哎呀呀呀呀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天！哦，我的哎，怎么还有第二次？哎，我就这样被扣20滴血了，讨厌！而且他时间，因为他后面的亮度太亮啊，完全看不到他时间剩多少。来，来，炸弹在这里，然后找一只，哪一只才是正确的嘞？哪一只才是正确的嘞？哎，我的炸弹，你才是正确的吧？哎呦，没有瞄准好，这样不行。哎呦，有血，好险，还好。来了，真讨厌的这个东西。哎，小屁啊，要找哪一只是正确的才知道？哎。哎呦，有点烦。有血，太好了。来，中间那只是真的。哎呦，烦。可是现在没有用啊，我要身上有炸弹的时候，我还要能确定哪一只是真的。这真的比较麻烦啊。而且我还要瞄准呢、欸。哦，这个鲁伊吉的瞄准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瞄啊，真的是麻烦。哎呦，哎，可恶啊！还有2分半，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啊。有了，有一堆炸弹，完了，天降炸弹雨啊！这炸弹是可以吸的吗？不行啊，通通不能吸吧？我记得。哎，别，没事，哎，没事。好了，这个炸弹就是可以吸的。来，我知道这一个应该是。来，赶快瞄准。哎，我没有抓好时机吗？可恶！哦，好烦哦！哦，第三只这一只才是真的。完了，又GG！哎，不容易，这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！我的天啊，太难了吧！哇，今天狗狗是 VIP 呀、啊、，MVP 说错了。哼，他可以吃好多根骨头啊！可恶！
总之继续加油吧。哎，这打三只真的不容易啦。不过四分钟重新计算感觉不错。拿银骨头换的，拿一千块去换的。这一只是真的。可是我要找到炸弹。有了有了，有炸弹有炸弹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吃到了，终于终于终于。哎呦，回击够麻烦了。回击先吸。来，如意记麻烦了。来，两个人一起。来 ，Go！ 来 ，Q！ 再来 ，Q！ 继续努力 ，Q！ 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吸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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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啊，恭喜，钻石呢？啊！怎么了西？怎么了西？我终于打完了吗？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久吧。来，回击，你先回去吧。回击回不去啊？好吧，算了。缩小了，终于吗？终于吗？耶耶！钻石什么的不重要了，我要拿我的这个啊！还好我这个花没有坏掉。不是吧？我最终还要最终的大逃难吗？不是吧？这个会垮掉吗？哇哇啊！糟糕！我该如何是好？拿钻石吧，灰烬。哇！谢谢你啊，狗狗，你真是 VIP， 不是 MVP。谢谢你啊，乖狗狗。我们终于要回复了吗？终于要完结了吗？终于要帮他们恢复原状了吗？耶、yeah ！哎呀，比基公主，哎，其他人不要回复就可以了。你可以抱着她。啊！哎，还有一个奇诺比亚，对对对对，还有博士吧？哎呦，我也博士啊！啊，只会出一张嘴的博士，逮就不得死嘎。Way to go, bro! Oh yeah!Oh yeah! Oh yeah! 我们有宝石了。这宝石能干嘛？不是吧？你们的没有了。我有个好主意，来，你们戴上工程帽子，你们自己也戴上吧。好啊，太好了，开心开心啊！我们要一起建我们的别墅。你怎么吃掉了？The end. 哇，破完啦！路易吉养老。说真的啦，其实2019年的游戏，两年前吗？对，两年前的游戏啊，玩起来还是很开心啊。真不会是那个路易吉养老的神作吗？第三季吧，第三部吧。听说他第二部在那个 3DS 上的时候就已经很棒了。没想到到第三部的时候，这人气还是很高啊！虽然我自己算是我也是两年之后才拿来玩的，不过还是玩起来真的是非常好玩，真不愧是很经典的游戏呢。就是那些可爱的鬼鬼啊，他们就重建了这个羊宅吗？是啊，他们有他们的羊宅，这样也不错啦，是不是？虽然没有那个鬼王啊，但是、这样子也是不错，依然是很棒的。
Yeah! Congratulations! 级别是 B 啊！啊，就从羊仔变成博士的羊仔了。可恶啊！他从头到尾都只出一张嘴，过分！可恶！哦，我们要把博士留在这里是吗？拜拜！哎，奎一吉也留在这里啊，辛苦你们啦！跟我们一起把这栋羊仔给重新建起来。不过我总觉得博士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嗯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啊，看来又了解一桩事情，感觉真好。真是温馨呢。看来假期也结束了，真是美好的大结局啊。嗯。Bye everybody. Bye everybody. The end. Hi, 我是薯汁。我们今天终于把路易吉洋楼三给破完了，这可能就会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喽。是啊。哎呀，你想说，薯汁，你不是还有很多收集要素还没有收集吗？哎呀，那收集要素对我来说也不是这么重要啦。虽然我之前在很前面的时候说，在打王之前会先把所有的收集要素给收集起啊，但是我后来想想，好像有收集跟没收集差不多吧。网络上早就已经有一堆那个收集满要素的一些攻略了吧？是啊，如果想要看全部收集满钻石啊，全部收集满幽灵的那个影片啊，或者是攻略啊，网络上一定有一堆啦。那我这边呢，我就暂时应该是不会玩了。是啊，最近稍微有点累了，所以我的系列啊。下一个系列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起来，我可能会暂时休息一阵子吧。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，总之我们欢乐礼拜六应该是会继续吧。不过我在平日的礼拜二礼拜四的游戏实况可能会暂时停一阵子吧。是啊，稍微做一些调整。当然啦，我们每天的晚上台都是会有直播的，所以这个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好了，那我们的路易吉洋楼三就真的要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玩游戏系列的影片的话，请务必在下方按赞订阅哦。当然了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来跟我小小的互动一下。我是薯汁，我们下一个系列再见了，拜。